你说那澡堂子被认出来多尴尬呀？在澡堂子被认出来到底有多尴尬？去洗个澡，我正在脱衣服，刚脱就脱了，拍他！旁边有个人说：“哎，不好了，你刚脱了衣服，这样劲爆。”当鹏鹏和乔杉娇薇娅搓澡，也算是酒店成绩了，从小就脱。哇，师傅，这是专家，这是专家。